哦，我来这个工，来这个工地哈，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边交通真的是有够糟糕，我才知道为什么淡水，哦，淡水跟巴黎这两个地方的人为什么一直期待这一座桥？如果今天我是当地人的话，我也受不了。所以我一上来台北，让我觉得最没办法适应就是交通，这跟南部差很多啦。嗯，光是这个道关渡大桥吓死人，一天到晚在塞车，假日就不用讲，那平常日像我早上就过去巴黎哈，就是整路你也就是反正车子就很多了，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大桥是因应这样的一个环境。这个就是高铁斜钢桥之外的第一个，另外第二个斜钢桥，甚至于这个斜钢桥要比高度跨度都比那个高铁斜钢桥还更高更大，所以挑战性更高。你想象一个，如果我们的高度是210公尺嘛，220公尺我记得，你看，要从那么高的人，不要说在那边做工程，一个人要站在那边呢，再往下看，然后风吹哦，那种感觉就惧怕的感觉。然后我又要在那边绑钢筋、扎模板这样，哦，那个困难度蛮高的。刚来的时候，这边是一片荒芜。淡水这一边就是地上什么东西都没有，然后巴黎那边也是一样，然后一直到今年，经过一年多，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工地里面很多桥墩的墩柱都起来，然后干边桥已经两边都已经快到河中间了 ，P130主桥墩那个围堰也都打完了。就是感觉这一年多的变化非常大，那我也很期待赶快完工那一天，看看我们这个桥到时候是什么样的，应该一定是很漂亮。那包含我们每一只基砖，每一个桥墩墩柱，他们在施作之前，我们都要先行去放样检测。他们才可以做下一个动作，所以我们的责任也很大，因为一个放样错误，可能就整个都废掉，要重新再来一遍。对，精神心理上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，就是我们所有的控制点，每两个月要做一次校正，看它会不会有没有跑掉，可能因为路面呈现，有时候重车这边压。或者是人为碰撞到，那个控制点会跑掉。如果你再用这个控制点来做我们放样的话，那可能就会不准了。你差个控制点差个几米米，现场一测可能就差个一两公分。有时候测导线天气热也不能测，因为淡水巴黎两端，因为天气太阳太大，然后。空气会有点飘，然后加上淡水河还有水蒸气蒸发，还有反光，都会影响到测量的精度。所以我们通常在做导线测量都是挑夏天的话，大概都挑下午3点以后。那测完大概都是10点、11点。因为这一标是国际标嘛，而且这一标这么大标，然后真的是众所瞩目了，包括业主监造嘛，对这一标的安慰的要求确实是。蛮高的，我们一大早就是要大概7:20的时候会先在那个停车场那边集合，做危害告知，看一下就是所有的工班，我们都会去看他作业的一个情况。所谓作业的情况，就是说看看他有没有违反一些相关的安慰规定，还是说他有一些危险的动作，因为我觉得人是比较难管制，那一些设施其实我们都可以弄。
就是说可以，我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设施给你做，但是人会不会配合的去做，这个就比较难。人本来就是比较难管，河中来边那是临水作业，那相对是比较危险，那个要特别注意一下。他现在在倒土，对，那个斜坡下去是不是很重？对不对？像类似这一些，那当然我们有做防护设施啊，那个都有讨论过啦。我们那边有做一个400的 HP， 就是40公分高的型杆做轮胎，也就是说万一这个车子如果啦，它有故障啦，还是有刹车失灵的时候，会撞到轮胎，不至于翻到河里面去。我想做的案子，其实来做我单要大桥，如果就是标得到，其实它是在我们的愿望范围之内。就是要怎么说，你就觉得就是。台湾的指标工程，那可以做，其实就还蛮有成就的。做工程还另外一个东西，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可能很久过了就过了，因为它不会一直重复性。做完就没了，因为有的东西就是定制品，然后这个做完之后就是10年或什么的东西，然后你到下一个地方，东西就会重复生产。很庆幸来这边，就是可以接触这个桥梁的工程，对，也对我有些帮助。谢谢同像资深的前辈同志可以愿意教导我们这些年轻人，对，然后就是慢慢的传承下去，对，谢谢他们愿意教导我们这种工程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，然后去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态度啊，或者什么的，对，可以慢慢的就是了解这项工程，可以就是慢慢分担一些前辈的那种工作的压力啊什么的，对，也希望让自己就是可以自己独当一面的去了解这些工程的事情。如果他没有提起说，哎，大桥盖得很漂亮，我就说，哎，这我做的。或是他们经过的时候，或者说，这我做的，我有参加这项工程。大家一直在说，这个是国际性的工程，所以要国际性的工地管理。很多管理的模式标准都跟希望的一般工程都不一样。真的啊，光人员的进出啦，这一部分啦，还有施工中的即时监控啊，这个我在别的工地都没有经历过。我可以想象它后续的一个作业的难度啦，要完成了这个工作事实上来说，它还有一段很远很艰巨的路要走。那这个桥的特色呢，大家也都知道，这是全世界最大跨境的不对称斜张桥，它的高度又高达211公尺，然后跨境450，哇，很大嘞。之前20公尺一层楼，你抓4公尺好了，一层楼3.5至4公里，200多是50层楼，你看50层楼，你人在那边工作，你可以想象那个风多大吗？我们周遭都没有遮蔽物哎。搞不好风很大的时候，这边摇摇摇，哇，那晕船，那很辛苦了，我可以想象。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工程。如果那么好做，大家早就来做了，不会流标7、8次，对不对？延宕了大概1-2年，才我们公司这一家工信工程那么伟大的公司，去投标。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跟我同样想法，对家人的亏欠，特别是当主管的，他牺牲假日时间。你看我刚讲的，一个月回去2次，你算一算，1年跟家人相处的时间，扣掉睡觉，有时候他也要出去哦。我
我们学校一踏出去哦，搞不好跟同学也不算出来，但真的都算得出来了，所以这是我一个很感慨的地方啊。可是当我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，本来就有这个已经有这样的一个，都已经知道后面会是这种情况，所以我个人觉得对家里这一块真的是很亏欠。我只要一回家，我可以尽量陪他们，就是回去跟他们相处。啊，当然不用讲物质的一个部分，我想小朋友学什么，当然一定要支持。我觉得做一个父亲的，有时候就说啊，就是会觉得有一点亏欠。为什么人家别的父母亲，我爸爸假日都会带他们出去玩，为什么我的爸爸假日他说他还在上班？所以我们这个行业很心酸。讲到这个，就真的是很心酸。这种职业应该是一条不归路。为什么是不归路？因为他这个行业就是，比如说公司，比如说你现在在台北，然后突然公司调到台东、高雄什么的，那你就要跑很远。对啊，那如果有家庭的话，那就是会很累，就是要一下事业，一下就是家庭，这样子两边跑这样子。对啊，如果突然你家里有什么一些特殊或是有比较突发的事情，那你又在高雄，所以就是很加，会对自己会比较有点担心或压力。一些同事就是一些家庭啊，或者会牺牲陪伴小孩子的时间，陪伴家人的时间，就这方面就比较辛苦。他不是说你那个经历有没有过一次啊？就是他转移学的本身说你念过一次那种，那就是那条路盖好之后，你过一个测试，他就去了那个服务的。南江大桥很漂亮的，很漂亮的桥啊！因为没有做这个桥，本来淡水就很漂亮了。再做这个桥下去啊，真的是蛮对这边对台湾真的是一个 logo。完工之后，我当然会最想骑个脚踏车哦，看淡水的夕阳，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景观灯嘛，啊，那个夕阳会跟着那个桥啊，不同位置哦，很漂亮。如果说真的完工之后，大家人去看看，真的也蛮有成就的。觉得这应该让我们这一些人能够，在完工之后看看怎么样在淡江大桥有一个资料，让我们这些人能够亮个相吧，应该这样讲吧，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这些人在这边完成了这个淡江大桥，这么一个说实在话是有点艰难的工程，让在这一标的这一群人都能够这个样子，有一份那一种怎么讲，就是说心里有一个那种参与荣誉感，就让我们能够觉得说哦，我参与了，然后也完成了这么艰难的一个工程这样子。我想就期待这个工程完工，就用四个字来形容这个淡江大桥，鬼斧神工。好，工序没问题。那由我们工信在，一定可以给他做得很好，很漂亮。